各位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仔日四月二八公视台企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最新的消息，台铁在高雄的铁路车厢维修工厂都市计划变更案，昨昏经过高雄市都委会讨论，路线会做调整，保护这些珍贵的树啊。这个已经延迟十年的开发案，总算是完成高雄市都委会审议，同意这个案件按规定送内政部都委会审议了后来执行。近十年代替高雄机场变更案，这次经过高雄市都议会大会讨论了后，审议通过。今天呢，透过所有的发言，那么跟委员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共同的共识，那么决议了这个案子准予照案能够修正通过。高雄机场原来是南部上大铁路客货车厢维修工厂，配合铁路地下化和临港线停驶，在2011年10月，规厂徙到屏东潮州。不过厂区内底依然有全台之春的货车工厂，才会建筑拢留落来。文书工作者希望市府在土地利用、招商和文书保留之间要有平衡。好球团体也积极，这个案件第二十才公开展览，征询民意，二次到闯关审议大会，违背定数证据，也翻到仓库内底插到高公顷的森林上青长老树，让人刷走破坏。有一些比较大棵的受保护树，应该也是要纳入原地保留开发回避，但是目前它的建筑只要要盖，它的景观只要要规划，这些全部都可以移植掉的。那这个是我们在里面的计划书没有看到。市府都发局表示，这摆公电草案已经照三中座谈会促成人员的意见，对33丛珍贵树啊，经过调查确认了后，道路动线也配合标准。那因为开路影响通行安全，才考虑是依照自治条例第14条，提上相关意识，后续计划来审议。除了33棵之外，还有将近有数百棵的这个树，如何处置，我们都会依循我们的这个树木修剪的相关办法，尽最大的努力把它给保护下来。民间团体关心老树甲文书保存，当地居民是烦恼，那因为老树无被开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塞车。面对无同款的意见，市府表示会尽力协调，好这个计划案符合各方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台铁除了调整380多班列车的时间，不过新的时间表是已经印10万分啊，才发现讲车班到站的站名去印了唔对去。台铁讲这是厂商伫咧排班的时阵有订单，而且员工改改过来，不过这也是引起不少民众的批评。台铁二六起进行改点，386个班次时刻拢有变动。代替因的10万分纸本时刻表，由各车站服务台提供，一人限领一本。代替员工以速时领领记录，真侪民众拢来提新的时刻表，因个民众发现时刻表出现印唔对站名的状况，以沙仑之线列车为例，377列车明明只开到台南，却显示开到神话；376列车开到神话，显示开到台南，恐惊误导民众。印错的话就很麻烦，我是还没看到最新的。该不用了吧？现在大部分都是网络上面就可以查得到啊。代替回应站名印唔对是厂商排版疏失，今次代替 App 个官网做行动检查，已经请厂商加校对人员检讨，会以公告加五刊积极保证。代替产业工会指出，其实真侪中高龄族群拢是也是靠纸本是吸标，这项措施唔但影响旅客，也加重第一线员工负担，除了爱无用接下来也不便爱承受旅客情绪的指责。刊布的这个夹页就要再重新索取，那其实是会造成第一线同仁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台铁如果再不去检讨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上面验收以及这些效率的话，其实就算是公司化，我觉得也很难改变。三角工会指出，为细节都当看出代替无够周全，呼吁代替应该爱更加尽责，在改革路上更加爱谨慎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台独团体台湾国昨昏下晡去中正纪念堂，检查单要写蒋介石的铜像，当场去予警卫压制。这届是搁一届引起大家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的问题。现在行政院长陈建仁讲，已经有成立专案小组，要赶紧推动转型正义。开除铜像，转型正义。
独派团体的台湾国办公室主任谭仲涵也七大清包括阿良在从手改造当中受到射击，并且经为甲驻守宪兵随向前和宪兵包围，最后红组织压在地头下，小区中正一分局协报告场处理，将人带回仁爱派出所。陈明涉及借单滋扰及污损公共场所等行为，讯后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裁处。警方强调，专案以社会化裁处。那台湾国登记不满，蒋介石当上也未听，也发声明向蔡政府发声，两早就是转型政治。最近去维权化，移到蒋公当上顶，有关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也受到民众高度关注。不认同，我100分都不认同，在撕裂我们台湾呢、啊。表达自己的立场，不是用这种方式表达，有点不理性啊。我界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进度，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中正堂转型专案小组，由副院长戴文灿担任主持人，会两早完成转型正义。透过呢政府与民间的这个持续的讨论呢，让这个转型正义能够推动，可以去除这个威权的象征，然后弥平这个社会的伤痕来重建社会的复兴。陈建仁也强调，民主时代应该以去个人崇拜、去维权化为基本走向，已经是社会普遍的共识。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规划需要政府和民间协力推动。新闻编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竹县伫个一个建案的边啊，的车路怎会是熊熊崩起？是落一坑真大坑，这个坑有4公尺宽、3公尺深，有一台只打尾无一个月的新车，全咧落落这个窟窿底。而且这已经是迄块地啊第五届发生车路破坑的情形，现在县府嘛要求边的建案都要先停工。原本好好停在停车区的车，雄雄落入大坑内底，我过看路面竟然是出现一个大坑，车主看到这情形，感觉是真无奈。交车不到一个月，令人堪忧啊！这边，嗯，我觉得很心疼。就没办法碰到了啊！好险人没有在车上啊！附近的民众反叹讲，这条路已经不是第一摆发生意外，过去这3个月来已经发生过3摆，毛人这期拢是附近的施工的工地害的。这里是我们马路已经是呈现整个就是凹陷的状态，已经是好几次铺平了好几次了。大大小小应该摊了5、6次吧。好。那当然我们居民当然是非常的担心了、啊。县政府接到通报，赶紧封路，通知附近工地建商针对公共设施先做安全补强。目前已经要求建商要停工。请工地勒令停工了，那也请工地派相关的机具来做这一个道路的部分的一个开挖，我们来了解。那我们也已经请专案小组的成员里面有包括建筑师。哦，还有大地技师、结构技师，我们下午会来做一个现勘。一般如果摊的话，会在我们工地旁边，这好几次应该都有来，都在机器旁边摊。那现在会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要请他来鉴定一下。新竹地检署也派人到现场调查，官府也针对附近道路进行24小时监测，出来去会请专家学者对地质状况展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较减少，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会出日。不过这两天东半部会落短暂阵雨，也那西半部的山区是过道开落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到明仔日是台湾各地甲外岛拢是侪云好天，各地气温差不多是20度至23度，日时的高温是比昨昏较烧热。北部是26度至28度，东部是27度至28度，因其他的所在高温有甲29度至33度。不过明仔开始，因为有方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转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变较凉冷，低温敢那剩22度至25度。然后后礼拜一东北季风会减弱，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会小可回升。不过中部以北和东半部还有西半部的山区，要是有部分地区会落短暂阵雨。另外这两天晚上到早起的这段时间，西半部较厚大雾，云也会较低，会影响能见度，提醒乡亲若是出门就要注意安全。现在疫情有解封，
指挥中心按算伫咧五月七日就会解散。昨天下晡是举行上尾一场的记者会，嘛宣布所来疫苗假、甲防疫假拢会取消。也拿将指挥官陈时中、甲总统蔡英文，嘛拢去指挥中心，感谢大家伫咧这段时间辛苦的付出。三、二、一。经过三年外1194天，举行过960场记者会，疫情指挥中心要伫个支持拜时开最后一场记者会，搁要伫个五月七日改变，防疫调向常态化。暗过也公布国内第一摆检出两例本土，俗称大角星新型奥密克戎病毒 XBB.1.16。两个人拢是北部70岁以上女性，拢慢性白素，一个是重症，另外一个是轻症。它是传播力有比较增加，但是并没有显示说有造成重症住院跟死亡的比例有增加的一个情形。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注射假假、防疫隔离假，也要对指挥中心退场回归一般请假规定。指挥中心最后一场记者会，也邀请真侪捌参加过防疫的重要官员甲专家学者，包含前指挥官陈时中、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存等人。陈时中致辞时阵表示，防疫过程有痛苦、有心酸，不过拢是对人民负责。一方面也觉得在疫情期间不免有很多的遗憾，虽然我们这么的努力。想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一些伤亡，但是还是有一些避免不了。那不过呢，这些都渐渐过去了，我们现在正要迎来疫后新生活。总统蔡文也去指挥中心，感谢大家这段期间的辛劳。这也是蔡文第十摆到指挥中心，伊强调，指挥中心改变了后，会由卫福部成立跨单位防治联系会部，会继续防疫准备甲应变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针对高端新冠疫苗 EUA 现在资讯敢有流出去的行政调查报告，即马已经出来啊。报告的内容甲资讯流出去的责任，咱通拢总撒予人民找一个不重要的代表人朱凯翔，甲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然后卫福部包括食药署等等的相关单位是招招拢无责任。咱来看中国时报。中基泰安麦片公司也是咱台湾第二大麦片的厂商，10多年来算是回收过期的鸡卵，用新的包装印新的日期了后，搁提起卖，连生虫或者是生果的卵，嘛过制作过了后，搁继续卖。台湾高等法院日审，甲这个负责人姓李的爸仔囝加重刑期，改判3年6个月，也搁1年9个月。中基泰安麦片等等的两间公司是宏判2500万，也搁100万。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昨昏初审通过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加意图让别人出国犯罪，也若招募别人加入组织犯罪的人，相当会判7年有期徒刑，并科2000万的罚金。即马疫情转好，旅宿业、营造业是真欠工，劳动部宣布会投入10亿来鼓励就业。劳工若是去因指定的课，上济一个月会当摕到13000块的奖励金。另外，企业这边若是请新劳，嘛有上济15000块的补助。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若是这个奖励补助到期，待遇阁无好，劳工恐惊要是留袂掉。改善疫后产业欠工，劳动部规划为奖励劳工就业，加鼓励雇主进行推动5大措施，要试办一年投资10亿，要予20000人就业。奖励劳工就业部分，那一般劳工投资专案一款，每个月奖励6000，中高龄特定对象是10万，偏远地区是搁增加3000，上济是奖励12个月。需要的人是有帮助了，除非这个是长期的了，不然如果单单一年是可能效果不大。雇主若办理新进人员训练，会补助企业每人每个月1000，偏远地区提悬做5000的自费指导费，上长补助3个月。根据劳动部人力需求调查结果，按算4月底比1月底人力需求增加57000人，以制造业增加22000人是上多，大小甲餐饮业7000人递增。另外，营造业也是真欠人，这要如何解决呢？
这个案子其实也包括了营造业相关的缺工，本来就在我们的专案媒合里面。他家认为帮助确实有欠劳工调节看工产业的效果，按过企业若无实际帮助员工提升生产力，或者是帮助基本雇主无去加薪水，恐怕造成劳工搁一摆离开产业。本来假设这雇主本来给我3万，那你雇主不就给我加了1万，所以4万块，那我愿意进来。就等到补贴期满的时候，如果雇主在这段时间没给我加薪，那我又回到3万，那我可能就离开了，会变成短期的效果。企业主算盘珠子拨的比你还精啊，他一年以后你没有补助，他就不用你了。肖中涵表示，以中国人就业来看，大部分头家也是希望用50岁以下。主要原因就是就业门槛，比如45岁会用吃头路10年，55岁算只剩差不多10年。要实际照顾中国人就业权益，恐怕还要更多配套才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7指出，北约已经提供乌克兰1500多架的装甲车，还有230架的战车，而且训练超过9个乌克兰的装甲旅。来帮助乌克兰把领土讨回来。啊，那乌克兰的军方嘛积极备战，按算伫咧未来这几啊礼拜会发动攻击。几啊千乌克兰士兵已经接受训练，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近期指出，北约民邦甲合作友好承诺，和乌克兰的作战的车已经到98%以上。That means over 1,550 armored vehicles.230 tanks and other equipment, including vast amounts of ammunition. In total, we have trained and equipped more than 9 new Ukrainian armored brigades. 北约成员国也供应防空系统和火炮，波兰和捷克是提供经苏联制造的米格机构战机。斯托滕伯格国公调7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会为乌克兰制定出一项多年度支持计划。乌军也在备战，未来几礼拜要发动春季反攻。Треба мотивувати себе тим, що якщо ти цього не зробиш, якщо ти не підеш на війну і не виженеш ворога зі своєї країни, ти навіщо тоді жити?在首都基辅复原训练内底，乌克兰士兵接受突击训练。因多只经过激战，包含东部前线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即卖被俄如何转守为攻？因为波兰北部都市布伦堡附近发现一个军事飞行残骸，顶端有前苏联通用分子西里尔字母。这离俄乌边界正远，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这可能是空对地导弹的一部分，有可能属于波兰军队。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文锡月昨日在北京发表华盛顿宣言，说美国要在南韩部署核子潜水舰来应对北韩的威胁。拜登是又一次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北京安排隆重盛大仪式迎接南韩总统文锡月红阿姐来访，美国总统拜登红阿姐也来亲身迎接。在美韩同盟70周年的时阵，南韩总统让12年，搁再去美国做国事访问，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华盛顿宣言伊的内容包含自1980年以后，重新部署核潜舰到朝鲜半岛的水域。两个领导人的会谈，也有讲到台海的问题。Today, we discussed our work together on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Ensur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북한의위협에대응하여핵과전략무기운영계획에대한정보를공유하고한국의첨단재래식전력과미국의핵전력을결합한공동작전을기간시고강의국시방문백경마구외국연라이관대미국우인공加强双方的军事训练、信息共享，还有战略资产转移的合作，来提高对北韩抢渡的威吓力。对进前五角大楼泄密案，意外来爆发出美国监控南韩者的名誉。温锡月受访时阵，又讲有小夸外交，不过未影响到韩美同盟的信任。也若美国通过晶片法案限制中国投资。拜登强调讲，这个用意不是要来伤害中国。Well, over $200 billion in long-term investment in semiconductors, and we're rebuilding the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ose semiconductors.
It's not designed to hurt China. 因为晶片法案规定，都爱来分享超额利润，引发南韩三星电子甲 SK 海力士烦恼。拜登强调讲，南韩经济若是发展了好，绝对是符合美国的利益。韩美嘛会当对更加在的供应路线来得到好处。公司新闻，郑怡人编译。咱继续来看，以色列伫咧日期有几啊万的民众去行路，表态支持总理纳坦雅胡的司法改革。这嘛是这个月、这几啊个月以来，因国内上大规模示威。支持司法改革的群众占伫耶路撒冷几啊个街口，明显甲过去十六礼拜引爆国内史上上大规模抗议行动反对派的拼场，支持者将耶路撒冷一条主要道路整塌做南北之海。有人将最高法院院长甲前检察总长的相片立伫卡底。בתיקון בהסכמה, אין ברפורמה הזאת שום דבר שיש בו כפייה או פגיעה בזכויות הפרט שחשובות לכולנו. מספרים לנו שאם הרפורמה תעבור, תהיה דיקטטורה. אין שקר גדול מזה. תראו לי דמוקרטיה אחת שבה יועצים משפטיים מחליטים במקום הממשלה.以色列媒体高层现场百万人，其中有真侪是为全国各地来的。顶个月，总理纳坦雅胡因为大规模反修改示威行动，而且已经威胁经济发展，宣布将反审议修改案。由于前述对政府明碟，这个月进程都推动立法正失望，强烈要求纳坦雅胡及由政党甲极端政党犹太联盟履行承诺。以色列司法机关也支持最高法院因为因法官机会通过法案，一直被看作是政治权利的执行机构，也是公民权利的捍卫者。对反对派来讲，拿司法通过最高法院的权利甲独立会比较宽。新派贪腐案的总理纳坦雅胡改革又要执政联盟，希望对最高法院有更加大的影响力，所以推动包含政府控制的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甲予以色列议会推翻法院判决的权利顶的司法改革。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首相苏纳克甲意大利总理梅隆尼见面，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有讲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一边用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手段来改变现状。根据备忘录，双方合作包括管控国际愈来愈紧张的体制对抗和竞争，也暗算强化双方的经济韧性，也继续关注中国，包括西藏侵害人权和香港的自由性，而且也呼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国不能提供俄罗斯支持。咱来关心美国媒体皮博社指出，德国政府可能会限制外销中国用在制造半导体化学品，来降低因的经济风险，买当提防中国这个战略对手。不过相关的讨论还搁伫咧初步的阶段。参与讨论的官员嘛认为讲，这个决定可能会伤害甲中国的商业关系。不过德国政府是还无证实这个消息。咱来看梵蒂冈伫咧二日宣布重大变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头一届允准过去敢若会当旁听、袂当投票的女性神职人员，会当伫咧今年十月份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来投票。这个真有历史意义的举动，会让罗马天主教会决策是更加有包容性。咱在南美洲唯一一个友邦巴拉圭，四月三十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目前支持度较高的在野候选人艾里格里是主张要扩展中国的市场。伊讲，若是选调，会重新检讨咱甲咱国邦交的关系。也拿执政党的候选人潘尼亚讲，会延续挺台湾的政策，不过伊嘛暗示要摆渡全球上大的市场，也就是中国的市场。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代表在野党联名出马竞选总统的60岁拿党律师埃里格里带领车队扫街，面对巴拉圭的财政赤字，伊抛出准则对象，主张削减公共支出，无增加农业扣税。伊搁较几啊摆强调，当选了后会加强甲中国的关系。这张农产经济红利的选举支票，正做影响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Con Taiwán significa una relación especial. Porque las relaciones con Taiwán significan la pérdida,
de uno de los mercados más grandes que es China. Entonces decimos nosotros que el Paraguay hace un esfuerzo muy importante, un renunciamiento muy grande para tener relaciones con Taiwán, pero que no estamos viendo desde Taiwán el mismo esfuerzo. 四十四岁执政党候选人也是前财长潘尼亚，面临共党的前总统卡提斯涉及政治走私的指控，加党内几件贪渎争议，选情相对严重。伊强调会维持甲台湾的关系，也毋过也讲巴拉圭需要走出家己的国际路线，中国并不妨摆渡。Pero también avanzar en una agenda comercial donde Paraguay se tiene que insertar al mundo, a todos los mercados, inclusive al mercado chino de 1.400 millones de habitantes.中国是全球上大黄豆甲古巴进口市场，当时巴拉圭的两大农产品，也毋过一直拢无出口到中国。极端气候甲乌克兰战争明显冲击农产贸易，伫农产游说团体强烈介入之下，巴拉圭社会暗中向中国靠外的气氛。台湾伫中南美洲的几个邦交国，为2017年开始先后承认中国，中断甲台湾的关系。即卖澳洲驻签外交官也附言，无论选举结果安怎，巴拉圭修正中国政策。无法度避免，而且两年来的发生，为今年2月到4月的民调显示，在野的艾里格里拢领先潘尼亚。那最后真正由艾里格里胜出，台北关系敢是确定有变化，会成做关注焦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针对智慧财产权报告，今年甲中国、印度等等的七个国家列入去优先观察的名单。台湾非法甲盗版的影音服务毛强讲到，学者指出。这显示美国对咱台湾的智慧财产权有疑虑，对未来台湾想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甲争取台美贸易协定，可能会有影响。非法电视机上 app 安普 app 啊，讲会当免费收看国内外频道，伫通路买卖，因为都用电视频道信号。警方大动作查缉，起诉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处二日公布特别三抗议报告，甲中国、印度等七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台湾这回无在内，也毋过用点名非法网络协定、电视 IPTV 服务厂商，嘛包括中国、香港、泰国、越南等国家。调解刘义讲，政府有魄力，洗清台湾的国际名声。政府也无法有效稽查，是一直以来的问题，也导致台湾在国际有侵犯著作权的不良印象。希望相关单位可以找出更有效的做法。那要杜绝这样的情形。NCC 责无旁贷，行政院也必须要痛定思痛，否则也会后续影响到我国加入相关贸易组织的一个关键因素。IPTV 是一种数位电视，经常提供客户随选视讯服务。全球有真侪非法网络协定电视服务，伊拉克是制作盗版 IPTV 应用程式卫星接收器的来源地。中国是硬体设备制作中心。美国北讲台湾是盗版者避风港。无简单，伫2009年摆脱一般观察名单。学者讲，即届红点名对台湾要加入进国际贸易组织是警讯。列为观察名单，都啊，短时间不会就是说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啦。所以 这部分我们现在被提及，大概就是被提醒的意味比较浓厚，它能够衍生成为一个 BTA 甚至 FTA 啦。那所以说这部分我相信政府会啊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作为才对。有没有这样的事实？那这个主政单位是谁？那后来确认这个事实要怎么再改善？报告讲，美台去年五月举行台美贸易暨投资结构协定体化会议，就讨论版权立法。甲所谓盗版的最新进度，台美目前离世纪贸易倡议有重大进展。学者讲，美方真重视智慧财产权，台湾要进一步推动 FTA 自由贸易协定，就要禁止盗版、修法、党员合作侵权行为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相信有不少民众不时会接到银行推销的电话，卡来问讲，敢是要贷款？有当时啊，会让感觉真困扰。现在金管会按算要定出规定，未来民众若是在办信用卡的时阵，会当要求注明不爱接受推销的电话。另外，银行卡电话若是要来推销的时阵，都要先经过民众的同意，才会当继续讲落去。电话营销工会就是为爱人办信贷，要人推销理财专案，可能是真困扰。贷款啊，不管是车贷、房贷啊，对啊。那你为什么处置？大部分跟他讲说不需要啊，跟他说谢谢，然后就挂掉电话。可是这个你不接他，或是你拒接或什么，他还是会一直打来啊。
金融主管机关金管会银行局邀集真济银行业者开会讨论，初步要用两大措施来管制电话行销。契约书上面第一个要让他知道说，银行可能会做类似商品的行销，这个是要经过当事人同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本来就已经有电话行销的这个规范，那是不是在这个规范里面让他讲的，让银行的话术更清楚？方向银行业者反弹，金管会回应，未来就是朝向清楚各路电话行销方向规划。行销专员打电话给民众，除了说明来意，还佫给民众同意将继续通电话。民代是要求金管会新制当中，先后开户因故作弊行销，应该按速去起哄。如果委员觉得范围上还要回溯既往，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可能要我建议还是要回溯啦，因为现况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未来在办卡的可能性其实相对是少的，如果只是规范在未来式，我是觉得无济于事啦。请问你接过电话行销没有？真的很少，大概贷款吧。你很少，因为你官很大，我们是小老百姓的，我就接到很多。除了管制电话行销，另外对目前社会面临流行投资诈骗广告，金管会也起函要求业者落记。自4月15日开始起函255件，已经落记211件，未来也修法由源头来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有中油外包塞油罐车的问题，指控油罐车的包商长期拢予因签定期的契约，害因拢无法度领到加班费，嘛无法度有特休假。申请劳资调解，搁去用扣薪水。另外，工会嘛，积极讲，包商甲中油要予稳涨的奖金吃去，呼吁中油就应该爱来调查。没办法生活，所以说就选择离开这样子。你刀工因为受到公司恶意减班，薪水对47000外减到剩无3万，只好另外找头路的心酸。因为中油往电油库的油罐车驾驶业务5年来，一直拢是同一个厂商咧承包。原本担任油罐车驾驶的杨先生指控讲，承包商长期甲因签订定期劳动契约，无加班费、特休、固定假日双倍计酬。请假还要让倒扣薪水，严重违反劳基法。他就是不想付之前辈，而且他在旧的定期契约里面呢，甚至在契约条文里面就有一个乙方不得主张之前辈的条款。城湾的工会指控说，杨先生这些人因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颠倒去用恶意减薪，干那会当另外找头路。万耀伟讲，承包商亲像是有诈领中油和驾驶的奖励金，给薪资给付的方式。或者是奖金的部分都有它的规定，协调会也开完了嘛，然后在我们在定期时间之内做一个厘清，整个的我们的规定啊会讲得很清楚。立委要求劳动部都要对承包商来做专案的调查，并且了解承包商是不是有侵占中油和驾驶的奖励金。劳团是要求讲，调查了后，若是真正有侵占，中油应该把这个包承包商随个解约，并且甲当作是继续往来的厂商，爱佮检方来告发，嘛爱甲这个驾驶甲转做正职雇佣。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南市的新化古街，为3月中开始。启动科技执法，若是黑白在路边停车超过3分钟，都要吃罚单。一个月来是已经开出要1000张的罚单，连迄个在爱点头要落花，嘛会去防罚。经过地方的反应，民代嘛呼吁政府要做调整，唔通为难这点头。过去一透早就真闹热的台南新化老街，规条路150公尺长，两边超过30间店家。不过最近老街算是零零清清，路边一台车都无。原来就是台南市警察局为3月15日开始启动科技执法，只要违规停车3分钟，就会被处罚。这么，附近的店家是真哀怨。啊，再回来都正常落花啊！啊，逐天在落啊！啊，有一天等着收到罚单的时阵，感觉哇！啊，那个一届开10张啦，啊，搁有员工停在迄个停在外口，机车嘛是叫开，啊，就即阵啊，拢失去啊。老街店家强调讲，因是绝对支持科技执法，抓违规塞平牌、弄红灯、大车出入，或者是无让过路人的行为。不过，供应商要落货，果不其然，才会临时停车。希望一旦兼顾当地状况，调整执法。那只能停3分钟，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哎、欸。那我还是要开走了。当初是由相关主管机关共同会勘决定，那经由市长签准后，我才成立这个科技执法。那我们分局会针对新化老街商店卸货车辆，在科技执法期间
如有被制单举发，那商家不知如何申诉的话，那可以洽询我们分局来予以协助申诉。警方强调，客栈甲厝地主要是要维护车路安全，目的不是为着要告发交通违规。接下来会整理店家意见来检讨，评估科技执法的调整。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第一家机关有在饲粉牛甲蛤蟆，一年产量差不多是2000吨左右。不过这阵仔天气变化真大，东石沿海原本已经准备要采收啊。想不到算是四季片的农庄去了了，这个情形是比去年更加严重。农民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来给因斗三工。系啊，清明两工就死完啊，所以拜两礼拜安尼来清粪叶啊，卡干呢。饲蛤蟆的渔民看到东部啊身体伫收成进程全部了去，拢感觉真唔甘。家己管东石乡沿海养殖的蛤蟆，伫清明过了后，陆续发生死去的状况。敢那叫人清就开头就死亡，应该三五万二啊，系啊，啊侪拢搁饲东外，系啊，敢那金叶啊，做起来损失现在七八十万啊。渔民讲，即阵啊天气变化大，今年正嘛无落什么雨，一时啊热，一时啊搁寒，真侪鱼库那饲的蛤蟆拢袂堪进。我们当时大概养殖100多甲左右蛤蜊池，印象中是没有一个没有死的，那就是看每个人吃的状况不一样。像我们家死亡率大概是3-4%左右，然后有的比较严重，甚至到全军覆没都有。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已经邀请水产试验所的专家学者调查饲蛤蟆的水质和底土，了解发生的原因。为了要来厘清，那这一次死亡原因啊，那是因为天候因素呢，还是说水质底土的环境因素，还是说有其他的致病，像弧菌等等的因素等等。渔民表示，季节变化本来就会有蛤蟆死去，但是今年的情况比往过更加严重，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渔业科嘛讲，渔民会当先向公所来通报损失，若是符合救助的标准，会联名来补助渔民。记者林伟庭家己报道。台风风上头，咱来关心行政院昨昏通过草案，要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推动弱势语言的传承和发展。有某个团体就指出，接下来要继续关心这个中心分配到多少资源，还有要怎么来推动。优先推动面临传承危机的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承、复振跟发展。台语、客语这些母语的传承危机已经无法躲过单台，而且行政院的记者会宣布，通过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会以行政发展的方式成立计划中心，改善台湾在这等里面临流失、断层危机的语言。整体的业务上的推动呢，我们要推动的是语言的一个调查跟出版。同时在语料的史料的一个收集跟研究也必须要去着力，同时在这个书写系统拼音还有未来的一个数位上的一个应用的推动，也是我们这个语发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化部表示，希望这个中心会再加做各部会推动母语相关工作的基础和底课。母语团体指出，成立语发中心已经拖真久啊，虽然推出草案是好消息，但是接下来也要关注中心会再分配到多少预算和资源。我们要用多少开来多少公共资源去抢救有传承危机的国家语言，所以用安尼来想，其实应该会较好去定讲到底这个规模预算要多少够。过去无做的物件，即马爱做哈，可比讲咱对这个足大量无同专业领域的外来技术、新的技术，要安怎用这国家语言要安怎去应用，要安怎去翻译？邓鸿辉表示，自2019年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了后，就规定要规划专职单位推动国家语言。但是现主持相关工作是文化部下卡的一个科咧负责，权力伤过细。行政院表示，计划中心草案若要会送立法院审议，也只是文化部参国统团协商，望赶紧审妥完成立法。记者郭美婷随台北报道。有一阵政治大学毕业的少年家，因家己学拍影片。来记录社会上较无受到关注的议题，应用走路西台湾方式来了解流浪动物，也有游民背后的故事等等。这礼拜六暗时7:30，青春咱的梦要带各位乡亲来看创团已经4年外的杀戮团队，安怎打破别人的眼光，把因对社会的观察用影片来呈现，予大家了解。
今天是装潢的最后一天，经历了3周的时间，被榨干，精神果汁机，超乎预期，所以是可以当饭吃的。对，林祖尊当地记录这对翁仔某开早餐店创业的过程，这是一段台中 YouTube 团队举办甲梦想做饭食的挑战赛，招有热情、有梦想的少年人来参加计划，用半年的时间记录因拄到的酸甜苦涩，或者参赛者实践梦想的过程，会当透过影片让大家看到。因为好多人在创业的过程，他不是 YouTuber， 他不会拍影片，可是我想要用影片把它记录下来，他未来再回头看的时候会知道，对，当时我创业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我遇到什么挫折，到最后我成功了吗？团队的发起人林祖尊在学生时代就较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了让大家了解他的理念，就算不是读专科的，他也是慢慢透过影像的方式把团队冒险辛苦的过程记录下来，也让很多人感觉认同和支持。我在 YouTube 上面去做的一些影片，好像真的可以感动到一些人，好像真的可以去影响到一些人，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最想要当一位影像创作者，一个拍影片用影片说故事的人的一个原因。沙鹿团队还开创全台湾头一个情景式体验，在台中市举办半暝起鼓，透过解谜题游戏，让来参与的人感受情绪的力量，在紧张破关的过程，或者成员跟自己内心来对话，了解自己的本质，迎接人生的挑战。其实很多人是那种在心里有很多事情想要做，不过可能自己第一可能不敢，第二是没打又没钱，所以就感觉说很多东西其实是自己都不能去试看看，不过像有一个人在那里帮你试探很多路的时候，你就想要看看这到底有什么结果。这样沙鹿团队成立四年多来，一路无风雨中也真辛苦，不过因要是坚信继续走下去，为了公益冒险的决心，就亲像因的 slogan 同款，人生艰难也真趣味，梦想不用多伟大，只要勇敢向前走，要是能找到梦想靠岸的港口。记者罗敏珠、王维修，台中台北报道。文化部和传统艺术中心做伙推出头一届的高养培育计划，为四月份开始安排各种的传统艺术团队去全国的学校表演，希望让囡仔会当从细汉就接触布袋戏、歌戏，让一挂真有特色、嘛水气的台湾艺术。呀，弟弟，每年考试拢第一，记住。布袋戏行路台脚，甲囡仔互动，和新北市秀龙国小的小朋友拢真欢喜。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一块，但是这次看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为了要让囡仔马通对细汉就接触传统文化，由文化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个单位做会宣布启动头届高养培育计划，从对今年四月份开始到十一月份，从第九个合作馆期开始，让传统艺术进入学校表演，也是带囡仔到表演的所在看戏，有超过200间学校，按算有40000个囡仔来参与，其中有1/3是偏向学校。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儿童戏曲的编剧，希望让小朋友们呢能够呢认识，而且爱，要爱呀，爱自己的文化。团结中心表示，有超过50个顶级团队加入计划，像布袋戏、歌戏、配角戏、甲传统音乐等等，希望囡仔更加认识传统文化。剧团有一个乌姑娘，就是灰姑娘，就是咱用西方的卡通的故事来甲改编成歌戏。接受了后摆，其实大汉，伊可能就是会变成讲，伊就无遐尼排斥迄个歌戏，讲啊，这台语我听无，我就无爱去。有剧团就表示，让囡仔较早接触传统表演，囡仔就会当提早感受到传统文化深色的所在，先有兴趣，才通进一步去投入传统文化，才有机会开枝散叶。记者台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伫咧5月中的时阵，有一出舞台剧合作唱话，是咧讲画家陈廷甫因牵手张泽的故事。陈廷甫伫咧228事件去枪杀，加在因牵手甲伊的画作拢总藏起来，即卖人才有机会会当看到遮个作品。陈廷甫因孙讲，阿嬷是真无简单，嘛真伟大。伊希望透过戏剧，甲阿嬷的故事会当讲好。大家知道两个庆功是张杰伊最主要的控诉，
这张丹顶坡微照，真侪人知影，不注意看，未去发现茶坊后边有被一个人伫底下，迄个人就是丹顶坡的看守丢泽。这张相片嘛是丹顶坡第一时间被人清刮了后，丢泽找的影师专工来翕的。迄个年代的女性，我对阮阿嬷看到的是讲，伊无啥咧讲，但是你伫伊的边，你知影讲，伊逐项代志拢拍算好啊，吼、哦。唔是你轻易拄到一个无同款的变化，对当改变伊的心情。但李碧立刻的这本《新斗顶的自卫》上，内底就写到，丢泽安怎面对家变了后，将红色物件，包括文献、图、笔记等万挂件物件藏起来，因有藏，让丹顶坡的作品通保存落来。不过，但李碧讲，阿嬷的故事煞无啥人知，伊希望挂界买当知影阿嬷的故事，才会甲编剧施如芳合作，成为这出舞台剧。讲我伫伊的身躯顶看到我阿嬷迄款影子。哦，因两个同款有一款足想要甲做好，哦，啊，拍算好，伊就点点啊去做。但你别讲，施如芳编的中话，嘛是经过十多冬的时间，伊感觉甲张哲有同款的坚持。伊表示，伊自细汉就甲阿嬷相亲，但落尾阿嬷煞甲阿公的物件，拢干那分好查某囡仔，后来才知影，因为嫁出去是外省，阿嬷想要好过较侪人知影丹顶坡的代志，对逐项代志拢按算好，这就是伊阿嬷。记者点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罗西亚跟乌克兰的战争到达要战未煞，战争的摧残和一阵乌克兰的巴雷姆者，国不里将都要离开故乡，继续伫咧各国表演。二到三十会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演出，希望大家会当甲乌克兰斗学演。由我的舞步呈现芭蕾舞的热闹，来自乌克兰联合芭蕾舞团的男女首席舞者透过芭蕾的演出，向大家宣告，就算俄乌战争继续进行，乌克兰人民犹原站真在，也因为战争的敏感，舞团决定全面停止演出俄国作曲家完成的《天鹅湖》，改作演出以乌克兰传统歌曲为基调，向乌克兰人民致敬的新舞剧，真是万歌。这场乌克兰的芭蕾舞者原本因为战争无戏无话，经过国际朋友的合作，会当在荷兰阁演出。陆续巡演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这个礼拜六会在台北演出。It'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because in Ukraine, as you know, it's quite complicated to do our work, our job, because people should go to the shelters. Yes, we have a really,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to work out, continue our job. 舞者表示，会当继续在国际巡演展现乌克兰的文化，也见证艺术安慰人心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在挪威的苏瓦尼巴群岛，有设地球上界北边的科学研究站，要来探讨地球暖化真相的问题。在迄个所在，去年是经过历史上上界热的热天。这个群岛温度加高的速度，甚至是全球平均值的七倍。科学家原本按算要伫咧125公尺深的冰川内底来进行研究，不过伫咧25公尺的所在，就拄到干水层，机器半路却是受损，无法度操作。斯瓦尔巴群岛的圣奥尔松是伫北极区域内面一个居民数目只敢35人正关的所在。落到遮记者去采访的时阵是四个，风速一秒钟是50公尺。有一名国际科学家竟伫咧伫海平面1100公尺高的多佛瑞恩冰川伫遮冷空挖冰穴。From this glacier, we can read. It's like a whole, very old book. We can read the history of our planet, the climate history, but also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our planet. 分析冰雪的组成物质，会当让科学家了解300年来气候的记录。2005年，科学家伫咧同一个所在就挖过，这回因计划要伫咧125公尺深的冰川内面挖两个冰雪出来研究。无想到讲，伫咧挖到25公尺深的时阵，就拄到干水层，机器停落，大家惊一个。And this is a clear sign of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region. So the temperature are rising, the glaciers are suffering, and the yeah, that is really really sad because I mean.
This is should be the best site for drilling in this region, and it's almost gone. 新奥尔松在去年拄到气象记录史上上热的热天，八月平均温度摄氏5.1度，比正常的平均温度低0.5度。斯瓦尔巴群岛温度增加的速度，甚至是全球平均达的7倍。伊附近的天气形态变化真大。几落十年前，是十月开始落雪，到23月就是全年上高的月份。不过这马情形无同款啊！今年冬天即个呐，一月有落雪，所以其二月就拄到强烈风暴，甚至到四月初，雨也是一直落落袂停。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辑。各位乡亲，你敢有听过鸟鼠嘛会当救哪里嘞？在非洲的一种大鸟鼠，会当讲是好鼻塞，唔那是体型比狗较细只，动作嘛真溜达。研究人员甲因做训练。用在海关来协助调查野生动物的走私，希望未来对抢救要动静的动物会当有帮助。非洲大鼠在土泥这片遐坑，顺利找到四包羊肝菌细胞，随时得到奖品。身在各动物园在训练非洲大鼠，伊是一般鸟鼠的3倍大，比狗加只细只。伊唔但是好辨识，佮会当伫微微阔阔的空间自由来出入。训练人员按算要用伊来搭救呼吸走私，通抢救野生动物。Pangolin are one of the most trafficked animals in the world, so pangolin scale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they could detect. 训练人员讲，除了哪里，按食物白鲸类到稀有鸟类等走私生物，拢会当照因无同的献味来训练即挂非洲大鼠的超侪功夫，而且因阁会当活较久，真值得投资。You know, some rodents, some rats have a lifespan of 3 to 4 years, or even shorter, whereas our rats in the wild live around 7 to 8 years. And our oldest retirement rat passed away when she was 11. 事实上，这种非洲大鼠过去已经有真侪功劳。在全球战乱的地区，找到150,000粒还未爆炸的地雷，嘛在非洲片切片的深部，协助25,000个病患，真多出血了。目前除了查缉野生动植物走私，坦桑尼亚的研究单位也在训练大鼠协助救灾，找出受困者，希望未来在地震也是爆炸灾难现场会当出动。时到正人讨厌鸟鼠变作救命英雄。公视新闻詹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30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31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33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29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高27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